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树林，很开心今天第一次，不是第十一次，是第一次。然后我要跟大家介绍我平常保养的一些小方法。然后首先呢，我通常会在早晨或是晚上，那早晨清洁完脸部之后，我就上一点那个化妆水，然后接下来就是用这一瓶大推，然后就是等于说我就按压我的脸部，就是轻拍我的脸部，然后拍完我的脸部之后，我的手就会成这样工字形，然后就对着这个下颚，然后连续拍200下。然后就是200下，就是一方面是紧实这个轮廓线的部分，然后一方面是因为想要紧实就是这一块所谓的苹果肌跟嘴边肉，然后就是，200下喽，我的脸也变紧致了，也练出我的小肌肉，所以双手是万能的哦。